Hello，下午好。来，欢迎收看表弟好主意现场的直播啦！来，谁还没有 upgrade Malaysia？还没有到到这个 upgrade Malaysia 啊！现在马上去下载啊！我们星期二就会有一个share and win 这样的方式啊！来，会用有那 apps 啊，来超过1000个，超。OK，你们如果是 download 老师，你会出现这个 logo 啊，Upgrade Malaysia 啊，你按进去。OK，你按进去的时候，它会有。如果你按进去，放底片。哎，你啊，我按不到。下面是你知道吗？OK，你 login 的时候啊，它这里会有一个，来，你按一下，玩不到。它会有一个 me，然后你会有这个已经是注册了的。已经注册了。啊，如果你没有注册的话哦。它这里是 guest 的。我尽量叫公司会 share 那个怎样去注册的方式给大家，不会难的，就是按赞就可以。他会问你是不是贵生的 policy，或者你写 no 的话，跟着回答。如果你是的话，你就放 yes；如果不是就写 no 啊，就这样子吧，你就可以注册了啊。然后很简单的，它会有一个 play and win 啊这样的东西的，我相信是这里啦，你摇一下就可以了。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啊，是拜二才会有啊，好不好？OK，先下载这个。OK，Upgrade Malaysia。OK，我们就有机会引起这个气炸锅啊！来，表弟来，开始的螃蟹。所以，我们就有软壳蟹。Yeah, so now，哦，很多蟹。Hello，表哥表弟，表哥表姐啊，表哥表姐下午好，我是表弟，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什么软壳蟹啊，螃蟹啊，叫软壳蟹啊，软壳蟹是什么叫软壳蟹？当螃蟹要换壳的时候哦，那个要换壳的时候，换壳的时候那壳是啊，这个壳如果长啊，它就硬了。现在刚刚换壳完了掉吗？完，就软壳蟹。那么软这个软壳蟹是尼姑肚的啊，尼姑肚的一个高级产品来的。软壳蟹是尼姑肚的高级产品。对，软壳蟹是尼姑肚啊，高级产品。对，它最特级的一个，他们自己养殖的，自己养殖的啊。Okay. 对，只限马来西亚的朋友啊，马来西亚的粉丝啊。那我们现在下这个螃蟹呢，我们就要去螃蟹，去处理这螃蟹先啊，我们先处理螃蟹，好。比方处理螃蟹呢，我现在我的这个，等一下我要炒个虾仁，我去。放糖，糖一点糖，一汤匙糖，一勺半汤匙的盐，两汤匙的那个木薯粉，我是稍微去将这个，OK，它有放糖，有放盐，然后放点木薯粉啊。对，我们说就是腌制啊。这不是腌制，它已经是洗啊。洗虾啊，这个是放出来。对，我是差不多10分钟了，10分钟了就可以用来洗掉了。OK，它这样子腌下喽，洗一洗啊，这是洗虾。它虾就没有这个。来。Crab again，螃蟹，对，我们这是软壳蟹啊。软壳蟹啊，因为那天我煮的那个奶油螃蟹很好吃，我今天再煮多一次奶油螃蟹给大家去可以参考。好，OK，我们就给它沥干了。等一下我们要慢干水啊，给它沥干水先。OK，我们现在处理螃蟹啊。这螃蟹，这个是我们先把它扒掉这个啊，是一个一个处理。它是软壳蟹啊，那全部软的，你看。壳也是软的啊，壳也是软的，你看。我们处理这个是这个。还有冰啊。这个是不能吃的啊，这个要拿掉的，用手掰也可以啊。然后这里的，这里也要拿掉。
这个它肺来的内脏，这里的内脏要拿掉，要黄黄那个、啊。嗯，不是黄黄的，它内脏是这里头，它拿掉了咯。所以你可以啊，你需要你可以开二，嗯，这个啊几乎是清洁了咯，这就是属于清洁了。这个蛮有肉啊，这个是这个尼姑做的这个产品很有很。他晚上介绍牛肉，他们自己养殖的。来 ，thank you 了，你先来帮我们多多分享啊。谢谢螃蟹一放壳的话，螃蟹就大只了咯，它就会大只大。啊，它是还没放壳之前，它是小只、啊。它一放壳它就大只一点咯。嗯。说这个是小的，我就给大家看看气炸器啦。如果中间气炸器的话。中间这个就不要了，那你不要给大家看、啊、这个长啊，这个他们啊，我哪有饼啊，刚拿出来，这个也不能要，那个是也可能会花大家一点点时间啊，不过值得啦，看到如何去处理这个，嗯。你可以不要它也是可以的，那这中间这个、啊、一定要拿掉它，它的那个。哎，下午好，谢谢分享，来。嗯。所以我们现在会做一个奶油的网壳蟹啊。网壳蟹。都不用扒壳了，直接吞就是了。哈哈哈。啊，这个就拿掉。这个不要。这个叫须是吧？啊，这个是讲到呼，这个是应该是呼吸器官。这个就拿掉它，嗯，那中间这个要拔掉它。来分享很多次，来感谢你，谢谢支持啊，谢谢。嗯，你要整治也是可以啊，这样拔掉整治哦。啊，你不要整治，啊。这个不能吃的，所以拔掉它的肺啊，应该是这个是属于呼吸的吧？太大力了，滚过，这冰啊，还没有退冰呢，刚拿退不久。为什么你不要留一只或两只来做示范啊？你要从头切到尾？嗯，都还有价值了，我就完了了啊。所以啊，另外应该做是软壳是好吃的，很好吃，软壳蟹是很好吃啊。那个你现在很多时候日本餐厅啊，软壳蟹就有卖啊。嗯，啊，整只哦，不用哎，那个不用切了，那个这个是母的，这是母的啊，比较它的底部比较圆啊，尖的就是公啊，尖的是公。就扒掉它喽，这个不要的扒掉它，这里不要也扒掉它，嗯，那中间这个是它的肠胃在这里，这个肠胃在这里，不要。肠胃在这里冲水一下，其实他们很清洁的哇，你看那个是拿罐子的时候是比较清洁的。哎，我们冲水一下，来洗一下、啊。看很多炸上来是啊，这里六只啊，它一包有八只的，到时候只看它大小只啦、啊。来、这个，请问表弟那个奶油做法可以煮虾吗？啊？煮虾？奶油的。奶油的做法啊，奶油螃蟹啊，你前几天做的啊，可以啊，奶油虾啊，可以，那个虾要炸过嘛？啊，要。那你可以用它的那个奶油的方式啊，煮虾。如果你不要吃螃蟹啊，煮虾也行。嗯 ，OK， 我们这个。所以你的虾要炸啊。嗯，就等一下我们要炸了，我们就处理好了啦、哦。处理好，它还有点冰，我们给它啊，给它退冰一下。哎，还有点冰，这个起，对啊，这起到很清洁了的。那么如果是刚才是因为很冰啊，所以处理到这样，如果没有冰的话，处理更美。
OK， 我们现在做的是另外一个，是我们要矮瓜这个茄子啊。对，茄子我们茄子、茄子如果你怕茄子，我们说茄子有时我们切到茄子会吗？会带。可以啊。啊，也是呢。你可以用那个白米醋来蒸一下。嗯。白米醋啊，我稍微蒸了白米醋了了。啊，这个我你是说有要，我是我们要。调和呢、有颜色的，对，所以我就有问青色。没有，我想问一下，你每次为什么要挂调和呢？它有，其实我们就是说，你可以不要那个皮的嘛。有皮好看点是吧？皮好看点。啊，有皮有颜色吗 ？Thank you, like and share， 谢谢你的分享。来，我们切成一条一条形啊。分享了很多，来谢谢谢 谢, 谢谢支持，好像矮瓜这样，矮瓜是，来谢谢表弟让我认识到尼古杜西粉，他们的东西很新鲜，货也很快，对他 service 很好，超赞啊！今天我在 SS2 啊，有看到朋友啊，我今天 SS2 跟他拿了过年货，啊过年要煮，想过年要煮很多东西啊，红包拿来。来过来拿红包来。星期二大东方抽奖，我教大家如何做金龙鸡啊。金龙鸡是什么？金龙鸡是一个属于烧鸡的。那么这个是九楼的菜来的，菜市来的，是烧鸡这样的，吊干它，然后鸡肉打开来，骨头拿掉，鸡肉切薄片，炸一层那个收冻糕，好。OK，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腌这个腌虾，我们一定要干的，把它虾腌干。没拿罗盖当兵哦，鸡蛋跟那个那天那个 cooking cream 拿出来 ，cooking cream， 虾啊，我们要洗，刚才有洗了啊、哦，盐。我放盐放什么？啊，放盐放糖。放盐放糖放木薯粉，拿去稍微去洗虾，拿一下，就是把它的虾的一个。来，我们虾要保持干身啊。干身啊，先保持就干身。等一下我们那个要腌的东西放入进去，它就会更细缩啊。嗯。虾干身。还有，大家有尝试这样做吗？很多人会有了，这个是我这样做的是，有的新进的朋友，他们不晓得，我就是说，如果跟我走两三百天的话，不能看我腌了很多次虾呢。来，再分享了，来，再谢谢你啊。嗯。来分享五个群组了，哇，谢谢你啊。谢谢啊，对，感恩啊。今天是320天了喽。嗯。啊，直播连续直播320天哦。我说学习学我煮菜啊，不要不一定是学我煮菜，学我那种，是说一种精神啊，执着啊，对。你刚才讲那个什么鸡啊？好像听起来好像。金龙鸡。金龙危机啊！金龙危机。金融危机啊！金融。OK， 我们现在腌这个虾啊，腌这个虾啊，腌虾的话，我们就是要拿一个盆哦，啊，熟悉一下。那我要一个是一个一粒蛋的蛋白，啊一个蛋白，一个蛋白，这个剩下不要去掉蛋黄啊。啊，我们的那个软壳蟹啊，它是 frozen 的，对。对，软壳蟹是肯定是结冰的。来，我们腌虾啊。一茶匙糖啊。一茶匙的糖。嗯。一茶匙的鸡精粉。一茶匙的鸡精粉。快，很快320G了，对。对。半茶匙的盐。来，半茶匙的盐啊。胡椒粉半茶匙，半茶匙的胡椒粉，麻油一茶匙，麻油啊，芝麻香油一茶匙啊，
The crab is from where? 那个是姜葱料酒，姜葱料酒来腌腌制啊， okay. 因为它有姜葱味啊。料酒一个汤匙啊，那个啊软壳蟹呢是来自尼古都西府的、啊。洗洗好。啊，一般上都是这样腌啊。那为什么？当然，有时我们也是，有的有时我们酒楼就放一点小苏打粉下去了。啊，放小苏打粉是那个那个虾会很 Q 啊。你可以选择放苏打粉啊。好，苏打粉。来啊，一小茶匙下去就可以 Q。请问那个 app 啊，下载和注册就可以了吗？就是那么简单，对，没有错。当天的时候就才能摇。来，初夕煮什么？还没有想到啊。初夕要煮什么？初夕啊。嗯。什么呢？过了这几天先啊。他还没想到啊，他每天想菜啊，想到头昏。我现在头都弄到他的老婆也头爆哦，头爆，爆头。哦，中华美食啊，千变万化啦，你不要去担心他啊。What is the latest update on the air fryer oven？其实明天会拉出来、啊，已经出来了。明天会拉出来，明天会港口拉出来，没问题了的、啊。那么我们就是等那个。Slim 啊 ，Slim 的 sticker 啊，全部搞定了等 Slim 的 sticker 送到我们就可以出了。等政府部门送那个 Slim sticker 给我们了。对，一汤匙的。来一个汤匙的木薯粉啊。这样腌的虾哈、啊，你腌了、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啊，一小时后啦，可以的话你就放一个小时啊。啊，当然啊。脆口。一定爽口了。爽口脆口。对，我们Where do buy soft shell crab? Nigudu. Nigudu seafood. 对 ，Nigudu。今天我去跟他拿很多货哦。哎 ，OK， 教练。OK， 我们现在开始煮啊。开始了，东西都。Okay. 表弟可以把连菜的食谱记在一个 FB 的心帖吗？这样比较容易找到新连菜系列。不然一个个找很麻烦呐、啊。这个你要叫一起做，因为我们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好，是啊，可以啊，这样做了、哦。嗯，等下放个link出来了，就是叫我弟弟做一个小视频啦，我就link在那边就是啊。我现在我小儿子现在每天做的那个影片啊，都是连菜。啊，我建议啊，表弟好像有小视频啊，你就 set 下来会比较方便一点。We need to sign up, upgrade, or just download and sign up. Okay. Mickey can cook. Mickey 会讲话不啊？会吃啊。哎 ，Hello, Mickey. 表弟用那个 kitchen towel、啊、是哪一种啊 ？Shopee, so many type 啊 ，but no sure which one is 表弟 using.你去表弟的那个 Shopee 啊，你写表弟好主意啊，他有卖这个 kitchen towel 了 ，OK。好了，今晚看重播，还要赶半场的年饼，对不起，来没关系啊，谢谢你啊，好厉害啊！哎，我们现在虾，我们是这里虾是600g吗？我腌好了喽，对。腌好了虾，但是我们不要准备这么多。Now build the cooking very fast。虾要多少只？就是虾，我们是做的。是啊，要连菜的视频哪容易找的？好，我应该是会share近期 post 的那个连菜啊，就是今天我们虾盆菜还有那个笑哈哈那种东西啊。我们炒肉窑。OK， 有热你来，怎么样让虾有弹性？就是刚才这样的腌制的方法啊，腌制的方法，还有那个洗虾的方法。对，当然有时你可以，如果你要拉油，可以放一点生油下去、啊。但是我没有放、啊。What is 薯粉？木薯粉。木薯粉啊！小儿子在台湾做什么？读书啊！来，我们放油啊！油不要热啊！有兴趣 air fryer 啊，有仪表弟体验过，但没有给我知道油剂会多少啊？现在 order 几时货会到？我现在是我们货已经刚刚出来了。这个 slim 啊，如果 slim 的、啊、
这两天你可以拿到训练就马上发货了。OK。好。Vicky, please show how to look for all menu in Instagram。来，帮我叫慧文来，拿他的电话 ，show Instagram 一下。OK， 稍微拉油一下啊。来，我们这是拉油的动作啊，不是要让他走啊。请问表弟有做过芋头圈吗？有 ，yam ring， 还有一只，两只，有他有做过，他有芋头啊。发布了，发布。小表弟。过年的时候我还会做一下。啊，你会过年的时候我还再做一下啊，但是宝宝我们放不要放那鸡丁喽，要活该鸡丁。OK， 我们再做一次那个 yam ring 好不好？嗯。过年前我会做一次啊。OK， 你可以看啊。我们的 Instagram 啊，你去看啊，表弟 underscore hashtag y， OK， 现在有27000的 follower 了啊。说、这里全部都是菜单来的，好像昨天慧虹做的那个饭团啊，你按进去啊，它这里都有会有一个食谱在这里的， OK， 有华语有英文的，好不好？ OK， 你这个就会比较方便找，因为我们 Facebook 啊太多东西有了，你可以这样慢慢滑。OK， 你看到什么菜啊、比较喜欢的啊？比方说你想要做那个鱼身，牛的鱼身啊，他自己都可以讲哦，他自己都有菜单的啊，他会跟你讲要用哦，等等都有啦。好，所以我们放那个虾炒那个葱头仔切碎，还有那个姜，哎，没有姜片哦，蒜米片啊，蒜米片和那个葱头啊。来，我是东马的，哎，八月邮费多少？你可以去，等下我们先拎给你啊，你可以 PM 我，我们先个拎给你。你 PM 表弟他给，他有 PM 你哦，你有没有跟他讲邮费？啊，他有个拎，你拎进去的话， okay. 我们按先个拎，你拎你订拎的时候，他拎那价钱就出来。有时候我还不是表弟回复你啊，是他的啊、员工他 staff 回复你啊。来、啊，表弟家人是下五号，可以再交多一次刀落吗？好，可以，等一下。等下上的时候我们出来 上的时候你很紧张嘛。来，我们放我们的萝卜，还有青灯椒，灯笼椒啊，青色的。来，我们把我们的椒放过去来。那你一个汤匙的料酒。来，我们观察，我们放这。倒点蚝油，来一个汤匙的蚝油，好。一茶匙的糖，一茶匙的糖啊，一茶匙的鸡精粉，一茶匙的鸡精粉。来加五毫，请帮我们烂一下，来看可不可以过5000啊？这样我们要要求5000了啦。好、啊，来我们加入热水啊。Please send me your link 啊。你是要什么 link 呢 ？Instagram 是 Instagram， 你可以直接打表弟好主意了，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的。OK， 我会比较 prefer 你们要找师傅在 Instagram 会比较方便。OK， 来就可否再讲一次再拿？谢谢你。来，我们撒胡椒粉来，撒了胡椒粉，然后我们用马铃薯粉勾芡啊。等一下我再做示范啊，好不好？我们打马铃薯粉勾芡啊。这个是鹿腰啊，华语叫什么？柚子啊。柚子你是半粒啊？不然没有到半粒，没有到半粒啦，就是一小部分的果肉啊。放下去就可以了。Great chef, thank you。来，第一次看过用柚子来煮虾的、啊，你是乱来的对吗？不是，我看到视频有外面有人有这样煮，我就我要找资料啦。很多人去买年货了，对呀、啊。来帮我分享啊，今天很少人啊。来、啊，刚刚要到5000了，帮我分享啊！你没有魅力哎，你煮菜没有起劲啊！对啊，来 ，on 一点来，表弟来 ，yes，yes， yes, 来，谢谢来。今天你们要煮啊，谁会煮这一道
奶油啊，奶油，这个兰克蟹啊，OK， 现在我们煮那个。来，你煮那个虾，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价钱？你是讲虾是多少钱啊？我没有，我从来不问价钱。那虾，你问的海鲜东西，还是有人你姑就 sponsor 啦、啊。sponsor 我没有问价钱。来，第一次看，来，谢谢你，欢迎欢迎啊。哎，让我煮这个了吗？柚子是甜的吗？啊，甜的。甜的。甜有带有带酸啊，有酸甜。主要是甜啊。Okay.这个我们酱油就最简单的腌法、啊、如果你要快的话 OK， 那这是鸡丁的啦，不要放太多，因为鸡丁我们先腌制啊，慢慢吃，慢慢吃的酱青 啊， 酱青啊 OK， 胡椒粉，来撒一点胡椒粉，就是那个料酒就可以了，来放一个汤匙的料酒、啊、你放姜葱料酒来腌制是不错的、啊、我们放料酒啊，有一个汤匙啊，慢汤匙吗，哦，手里来半个汤匙的料酒啊、嗯、还有烧点麻油，放点芝麻香油啊，一点点就好。我们就啊，放点木薯粉。对 ，OK， 就是讲这样简单的啊，腌制啊。腌制最简单的腌制。来，这个这道柚子虾很特别啊，一定非常的美味可口啊。半汤匙的木薯粉。来，半汤匙的木薯粉啊。手机要没有电了，要看重播了。来，没关系啊，分享的。分享了你再离开谢谢、我们是有点要求的人太多、啊、买联络簿好辛苦啊，对啊，他们乱一次来是吧，一次过来啊，哇，来表弟有煮过蒸鱼吗，蒸鱼啊，蒸鱼蒸很多鱼，我蒸过很多鱼啊，有啊，来我们再一个啊，这个海瓜，海瓜放下去炸，来直接拿去炸啊，你没有上粉的呀，没有，来全部剥松了，没有上什么东西啊，盖面子说怎样招找表弟的成交过的菜，谢谢你，等一下我做示范啊， OK， 这个我们这个啊咸鱼， OK， 这个咸鱼啊，咸鱼啊，咸鱼啊，来去爆，来切成粒块啊，粒状啊、嗯、来我们爆香先，来多一点油放进来，来煎啊，煎一煎一下，那天的猪网油要怎样找食谱啊，今天 会做出一个我们会做出一个视频出来，猪网油啊，你要做，你弟弟在做做啊，好，泡到它，来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咸鱼爆香啊，最好用花雕酒来烧菜啊，好、哦、我们是料酒来烧菜啊，嗯，稍微炸一分两分钟这样做不了，一两分钟、嗯、不要炸到，不要炸到太浓，像你鼓励两分钟还是一分钟，看你的油就看你的油的热度啦、哦、是吧，对对对，Any Hakka Loi Cha Loi Cha Loi Cha God， 有，我们有做过擂茶啊，我也找不到食谱啊 ，Thank you 啊。啊，你叫等一下我研究一下，你去那个擂茶，我有做过食谱分类啊，那天做太累睡觉了，我做到一半吧。你就去叫他YouTube 打表弟好主意擂茶就可以了。来，慧宏，我叫慧宏进来教大家。来，我们爆香子啊！干老咸鱼是吗？什么？干老啊！对对对。OK， 来，我有几个示范教大家怎去找我们的食谱啊。OK， 我会比较 prefer 你去用Instagram会比较快一点，还有那个 YouTube 啊。来，多少茶匙的糖？这是差不多两茶匙的糖，两个茶匙的糖啊，稍微下去啊，但咸鱼不会太咸、啊、OK， 两个茶匙的糖啊，主要是咸鱼，来，咸鱼需要浸泡水吗，有不是浸泡的，我冲洗啊，冲洗啊，你再浸泡给它软到完了，来，猪网油很难买到，来你修一下我们的那个猪先，麻
YouTube， 来过来，开 YouTube 给大家看。没有，你要教大家讲近一些，你这样子开，很多人不会。来 ，OK， 这个是 YouTube 啊，我先教大家 YouTube 啊，你很简单嘛，你写表弟，表弟好主意。OK， 表弟好主意啊，所以你可以 visit 我们的 page， 你有我们的 page， 这个不是 page 的，啊，你要看到有一个 logo 啊。OK， 这里不是表弟的那个美诺呢，是吧？所以你去看他的 all video 啊，你按那 video。OK， 这里是所有的菜单全部会在这里啊。OK， 比方说我要找的是那个比方说擂茶，你按那个 search 写擂茶，擂茶就可以了。我不要拿太远，我拍不到。雷刚生气。单的雷。啊。雷公的雷啊，一个雨一个田啊。你拿太远了啦，这是看不到。OK， 你就是在那边写一个雷叉。哎，周末不是在表弟的 page 上面走啊？表弟要注意，先。没有，对了，对了，对了。OK， 它有一个 search button 呢。喂？啊，这里就找到表弟雷茶，你写表弟好主意雷茶啦，这样子就可以了啦。啊，全部都在这里面啦，好不好？是用哪一种嫌疑啊？单闹啊。OK， 我们嫌疑就是接了上海了啦，好。OK， 像我们来拉这个鸡啊，拉油啊，你可以放点。来，茄子要加什么不会变黑？茄子你要蒸的时候，浸泡的时候，你放点白米醋啊，它就不会黑啊。白米醋对。好，放点醋就可以了。我们是用单烙的那个咸鱼啊。单烙咸鱼。今天做花生饼啊，谢谢表弟的大女儿、啊。来，请问 Miki 啊，问表弟一下，有教过那个海参焖猪手吗？海参猪手啊。海参焖猪手。有做过啊。嗯。OK。你这啊 ，YouTube 打表弟好主意，海参猪手。请问大妹，250 gram 的水是多少 ml？ 250 gram 的水就是250 ml 啊，一样啊。250克了。啊，250克跟 ml 是一样啊。来，请问那天猪网油啊，叫做什么多糖啊？叫。做的叫什么多糖啊？你猪王油那天是做什么？叫什么？贺宝黄猪。贺宝黄猪啊，啊，用那个贺宝黄猪来做。来，这个是我们的鸡块啊，鸡丁还是鸡块？鸡丁。来，我们切成丁啊。来，下午好分享了，来，谢谢你的分享，来。如果你怕这个很多油的话，你可以用 air fryer 炸一下， air fryer 来烤一下给啊。在 YouTube 写表弟好主意雷叉就会出来了。来，为什么茄子炒的会变黑啊？你比方你不要它变黑的话啊、哦，你有去哪去浸泡那个白米醋先？浸泡白米醋啊，至少十分钟，对吗？没有，你会黑。你经过那个都是会黑的。你炒的时候就会变黑的。都是会黑的。只是白米醋经你腌的你切的时候你放出不会黑，就是因为你蒸了白米醋。啊，它都会黑，一定会多少氧化了，那会黑的。以前的咸鱼啊是便宜啊，现在好的咸鱼啊是有钱人来吃的。你是说现在吃咸鱼的都是有钱人是吗？没有这么会这样说的。不是很贵啦，你一包。20块钱的咸鱼啊，你可以吃很久啊，你够咸吗？来，我们已经拉就完成了，来我们的鸡丁啊 ，OK， 来这么大块不是鸡丁啊 ，OK， 鸡块啊，鸡块了的 ，OK， 来 ，OK， 我们这个是我们姜蒜啊，来，我们的姜片啊，还有蒜米片啊，来爆香先啊，哇，烫到我。你那个铲弄了我。我鸭脖上来。鸭脖啊。
来先报上先来。今天确诊人数啊，3731宗啊。来，多跌了跌了，我可以去旅行了。今年年尾，来经过的处的鞋子啊，紫色皮不会变黑啊。来，我们把我们的鸡块放入进去，来抛一抛啊，一起爆香啊。来，我们来放一汤匙的料酒啊。猪脚跟如何煮？猪脚跟要炸，要来炸啊。炸了才能焖，炸了过后焖啊。来一个汤匙的蚝油啊。请问料酒和其他酒有什么不同吗？来，工人一样啊，工人一样啊。市面上呢就是绍兴酒啊。OK， 绍兴酒的味道就会比较强一点的 啊。你就是煮了过后，你就算放在那个餐桌上啊，还是闻到那个绍兴的味道啊，所以它比较强啊。Okay， 我们放热水啊，然后把鲟鱼放入进去啊。二百要烤的话要几度？要烤多久？如果矮瓜的话，矮瓜这一般蔬菜要烤蔬菜啊。你烤看你的蔬菜的，有一个方向是烤蔬菜的、啊，你放那边就可以了、我们这里有蔬菜的一个方向啊。烤多久？什么都贵啊，对啊，现在啊，今天在李姑度看到表弟夫妇啊，哇，有荣幸啊。有没有打招呼？啊，你不懂哦。浸泡白米醋之后啊，需要洗了才炸吗？妈，其实白米醋都可以吃的嘛，可以直接吃啊，不用洗啊。来，你糖放多少？1茶匙。一茶匙的糖啊。好。蚝油已经够咸了、猪脚根对吗？用来炸吗？啊，对，猪脚根用来炸，然后再来焖啊。来，我们把我们的矮瓜切条放入进去啊。我们是用来炸过的啊。来放水啊。来，花雕酒才真正的好味啊，料酒没有酒味啊。花雕是比较、我们要高。来，我们撒胡椒粉啊。料酒是盐量很高啊，只是咸味啊，没有香味啊。来，我们放盐啊，然后再放鸡精粉一茶匙啊。这是半茶匙吗？啊，一茶匙的。米奇开始精神了，因为要放工了。啊，要放工了，所以人呢比较精神一点了。人啊，对，一起加油啊！今年要支持啊！真的，我希望啊，这个疫情快点过好，我闷了，我想要出国旅行啊。保鲜啊，来，我们保鲜啊，就是马铃薯粉啊，风车粉啊，条条又健身啊。来，马铃薯粉勾芡了，还要再打一点。不用啊 ，OK 了，不用打了。别包那么大，食物那么少，很卡。卡的话，你再回来看一下会不会好一点呢、我们拿去滚一滚啊。烧到土。来，中土奖啊！今天，今天死亡15人啊。哇。有疫苗啊，是不同的。来，我们要把那个青葱啊，切条放入进去啊。我也有同感啊，我也有同感，只是不好意思讲。来，大家那么熟了，尽管讲没问题的。来，中国料理哦，料酒是中国人在中国料理，他们都中国人不讲花雕酒，他们讲料酒啊。通常花雕鸡才会用花雕酒啦，但是我们新马一代啦，是用花雕啦，比较流行用，反正是或者是香港啊，他们都会有。来，这道菜如果茄子不要炸可以吗？air fryer 咯。你不要炸就 air fryer 了。air fryer 烤和炸有没有分别呢？他们有吗？他们是主要目标没有。啊，不要炸，你来煎一下咯。你用来煎呢、因为它这个就是要煎炸那种烤的东西啦。好。对，15人，因为 COVID 而导致死亡啊。滚了了，现在滚了我们就可以有了。通常哦，死亡率啊高啊，都是男性的，而且是 smoker 了，有抽烟的人啊才会几率比较高啊。来，米奇，前几天你在面子书的照片啊，如你幻象那集眼镜啊，会很相似。啊？
没有发黑酱油。他们都不要黑，我就不要放黑。他们讲不要黑了，那恐怖了。因为我们每次拍照啊，你每一道菜都是黑黑的，你去他的 Instagram 就明白我讲话，全部黑黑的，全色黑黑的。所以我要多煮一点辣椒的，辣椒的颜色或青菜，这个虾，这个蟹啊，它是这个蟹啊，你可以整只的。如果我们不要，我刚才是因为很多冰哦，必须对啊，然后这个冰退了啊，就你看就是很美，那肉感肉质很好，你就是整只姜啊，放一点粉拿去炸就可以了。来，表弟，鸡精粉算是味精吗？算是，是味精的，但是它不是真正的鸡啊，去熬的啊，不是啊，鸡精粉不是真正的鸡，那只是它弄到有一个鸡精味了。葱切段比较正确，来。我们撒一点粉，木薯粉下去。来，我们 before 我们要炸呢，我们撒一点木薯粉啊。一点点。米奇啊，表弟米奇下午好，剩45天啊。来，你再帮我倒数是吗？你不要出国啊，你父亲手忙脚乱啦，没有助手。有，表嫂也是他助手啊，他其实很多助手啊，不止我一个啊。我们做东西啊，你要做到有人，一个人不在。身边另外可能跟有 backup 啊，这事实上啊，没有你没有我啊，就是说没有你，我不能生存下去的这回事啊。好，所以表弟煮菜很喜欢黑黑的，所以尽量叫他不要煮黑啊。Can Mr. Lin cook some dish with pineapple since it Chinese New Year?来，有什么 pineapple 的 dish 可以秀秀一下？可以啊，去找一下。来，我们答应你，我们去找那个 pineapple 啊。福建人喜欢黑，我是福建人。不知道你是你的菜色是黑的，哪里的？哎，是啊，我们福建人，我们来吗？好，黄梨啊。来，我们现在炸这软壳蟹啊。如果你在家里有时间，你可以做一只一只放下去。怎么呢？整只放在这里好看吗？来，壳软壳蟹可以吃的，对，它的壳啊可以吃的，它是软软的。那我不怎么爱吃螃蟹啊，曾经有中毒过啊。我对那种好像螃蟹啊虾啊是不怎么爱吃啊，除非扒壳了啦，扒壳了我就会吃啊。所以黑才好吃啊！所以啊，我去他的 Instagram 找他的菜谱的时候，周末哦，全部黑的，我在那边笑。你一眼望上去还黑黑的，你很难分辨这是什么菜。你要按进去啊，仔细看才看得到啊。来，表弟啊，请想问一下，炸东西啊，其实应该沾什么粉会脆，比较打汗，比较久不会软？有些食谱是用薏米粉、马铃薯粉，还有一些蘸米粉啊，好乱啊。OK， 我建议你啊，炸的东西啊，一滤过全部是木薯粉。最好的粉来炸粉来讲话啊，我们是用那个马铃薯粉，但是马铃薯粉成本太高，建议用木薯粉啊。薏米粉反而会输给那个木薯粉啊，所以建议用木薯粉啊。来，我们放多少个汤匙的那个布兰达油？大概差不多4汤匙吧。4个汤匙的布兰达油啊 ，OK。我不是油啊，布兰达 butter 啊，是可以叫 butter 噻。植物油。来，连唱歌也有一首歌叫做《Tio Homero》。米奇，但是还是喜欢最喜欢你的主播，没有人唱啊。哎，你给我放假了，我想要脱离一下。来，我们有紫天椒啊，还有咖喱叶啊。疫情过后啊，表弟改行做导游，美团一定爆满了。Oh my god！ 我觉得啊，疫情过后啊，旅行社会会很好，会有一些很好的成绩的。疫情过后要来我的旗舰店，就是我的食品店。找我啊，找表弟啊！我有自己的一个你们可以来找我拜访我，所以跟我喝茶，跟我聊天。来 ，Where can buy the soft crab？ 你 good to see food？ 来，这个是炼奶啊，就是甜奶了。我们冲那个 coffee 的，传统 coffee 的啊，上班吃的炼奶。
请问有没有表弟有没有教过铁板豆腐啊？有鸡蛋在那个豆腐底下的。来，你问得好，铁板豆腐是有煮过的。是啊，你有煮过铁板豆腐是吧？有铁板豆腐有煮过来。来，我们准备放的是 cooking cream 啊。OK， 如果是不要放 cooking 呢？cooking cream 我可以放生奶吗？可以。如果你没有 cooking cream， 你放生奶来代替啊。生奶比较便宜啦，来，这个比较贵啊。而且这个是比较香啊、哦。木薯粉 tapioca flour 来炸对吗？对，木薯粉就是 tapioca flour。多少 ml 来？两个。Where the Chinese New Year song？ I sing 啊，我唱新年歌给你啊。来多少汤匙这里？三汤匙我不相信哦。没有汤，不是这里啊，这里三百六。OK， 360的 ml 啊。对。360 ml 啊。360 ml 啊。Cooking cream。Cooking cream， 你可以放生奶啊。如果有蒜米，放一点蒜米下去包，因为刚才表嫂没有钓到。来，木薯粉呢？英文叫什么 ？Tapioca flour。来，米奇没有你不可以、啊。OK， 我们就是这样在这堆啊。谢谢啊。花红拿了没有？就是花红没有拿，才要离开啊，才讲话没有力啊，没有力啊，没有拿到，没有拿到钱是这样子啊。有的做就好，还要拿花红，就是、啊。有的做就好，变态啊，没有钱拿。来，我们放那个咖喱叶，还有那个紫甸椒啊。OK， 现在油这个我再加多一轮啊。Can don't put milk， 可以不要放油奶吗？来 ，second time， 我们 fight again。Keep fly again， 再跟看啊，大两次啊。请问海天的花生酱和芝麻酱在哪里可以买到 ？Shopee 和Lazada找不到。你再去好，先跟999。OK， 你去 Shopee 啊，你打了3号啊，3号拼记住啊 ，SENGTIEN 999，升天999 ，OK， 升天999啊 ，SENGTIEN 999。OK， 这里滚了哦。如果是沙巴沙拉瓦的话，就是升天。666啊、嗯，这个一定要放鸡精管哦。来，这个、你没有，你这个一定要放奶哦，你不可以不放奶哦。对啊，你一定要放奶。如果你不奶的话，你就不要做得到啊。哎，我要试一下，因为那个、一茶匙的鸡精粉，我们放入进去了。来，那个那个虾啊，是那个蟹啊，是有咸味的啊。你其实不要这样，我们也是要陪伴到直播完为止。这螃蟹是有咸味的啊。OK， 螃蟹本身呢、啊、有咸味啊。OK， 我们几乎我们说不要放，因为这个。来，牛肉有咸味，啊，如果你要放的是可以放少许的盐而已。来，表弟做的很干净啊，包你吃了不会有事啊。请问现在是不是用少许啊？奶油，你是四的奶油的吗？什么奶油？四的奶油。是的奶油啊，我们是死的。这个是的有点比较好。来，你这个盐加多少？来，少许、就是，很少很少的盐啊。少盐。我们因为这个它本身有咸味啊。你要看你的。煮的是什么啊？这个不是有盐味啊。OK， 这个真的，这个啊，如果你买面包来点也是一流的、啊。来，生电啊，不是S E N G T I E N 啊，听好了 ，S E N G T I E N 999 yes。地方哇，海天五香料酒可以煮什么？来料酒，五香料酒我们比较少用了，它只是多了一个五香粉的东西啊。五香味啊，来腌制东西咯。可以教炒那个斋米粉吗？或者五香味料酒跟卤制的那些卤。来斋的米粉可以吗？啊？斋米粉。斋炒米粉啊？啊。好像我煮过。你只是炒米粉就是斋米粉的啦、啊。对，我很多没有放肉了，就斋了。来，我才刚进来。我们现在煮着那个螃蟹。这个啊、客蟹啊。我置换多一点点哦。来，厨师应该要戴口罩啊，边说话边讲话。很不卫生啊！来，我们不是厨师了，我们家林家的阿伯，啊，我老爸。我不知道你家里煮菜有没有戴口罩出啊？我不知道啊，我的家里是没有戴口罩。我们的基因一样啦，我们体质的细菌是一样啦。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用口罩煮吗？我爸爸喝过了水，我也喝了，我也敢喝啊。士别三日啊，米奇对食材的认识进步神速，来谢谢你的赞美啊。这个酱看起来好吃，对，这个好吃、啊。这个要学哦，这个真的要学。然后你买一些白面包哦，白面包啊，你就是或者馒头哦，点。这样你只是煮酱就好了。哇，这个你，当然这个 cooking cream 很贵，价钱很贵。哇，
你知道为什么他要煮多一次那个奶油螃蟹这样东西的吗？因为 那天他煮那个奶油螃蟹真的好吃，只是酱太少了。今天要煮多一点酱啊。这么小的螃蟹哪里会有肉？这个不是，哇，这个是它是软壳蟹的，它是整个吞的，它可以整个吞的，整个连那个壳都吃下去啊！你想一下，壳都可以吃的话，就很大只了。平常你那个吃螃蟹啊，你壳拿掉的话，那肉一点点肉少少吧，那连壳都吃得蛮多。我只要吃软壳蟹。哎，米奇抽奖的 App 上下载来，可以点一下啊。来，我们先介绍菜先啊，我们先介绍菜先啊。所以今天的菜没有黑黑啊，慧宏准备来一下啊。哎，今天菜没有黑黑，你看啊，矮瓜也没有黑黑啊。啊，没有黑的，你看今天没有黑的。就讲没有黑，本来我想要放黑酱油的。我们每次complain它这么黑的，每次来这个没有放黑酱油啊，白白的啊。OK， 来这个也是啊，这个是虾，我们配那个是鹿腰啊。OK， 柚子啊，这个要很脆骨啊，这个一定要，这个一定要鲜啊。如果你没有 cooking cream 呢 ，cooking cream 你就买生那个生奶，不是生不是鲜奶，是生奶罐装那种。Okay. 罐装的啊，鲜奶好像康乃馨那种鲜奶啊，或是 F&M 的。OK，OK，、okay. 啊 okay, 这个就是我们的奶油，对，软壳蟹啊。那么这个很配方啊，这个很配方，对。OK， 来我这里介绍大家，你先到到这个 upgrade， 怎样去到到 ？OK， 你去开 Apple Store 给大家一下 Apple Store。OK，Apple Store 啊，我们写这个 upgrade Malaysia， 来给大家看看。所以你去打，你要开 Apple Store 给大家看的、啊。OK， Apple Store 是这个啊，太快了你。OK， 这个是 Apple Store 啊，蓝色这个啊，有一个 AA 字这样子的，交叉这样子的。OK， 按一下，所以你写 up。OK， upgrade 门线，你 key 这个字啊， upgrade 门线它就会跑出这个 app 了。你下载 ，OK， 下载我们就 open。open 了是它会出现这个东西啊。OK， 你必须要注册啊，注册是在右下角这里有一个注册的。OK， 到那天的时候你要注册的时候，他会问你是不是有保单在大东方。如果你写没有就没有啊，有就有啊。OK， 然后你写完你的 key， 你的 ID 啊，他会有问到 ID 就是 IC 号码的意思啊。OK， 你搞定了过后他会主页。OK， 就是说当天我们的来临的星期二啊，那五点半开始啊，他这里写啊，从五点半到九点啊，你按这个 button 下去啊，我相信是这个啊，他你一直在那边摇就会有。啊，现在是没有，现在没有啊 ，OK。好，啊，我 check 啊，还是摇就是了啦。对，那么有超过1000份的礼品啊，有三架，FIR， FIR 是表弟跟我们的后面那个 FIR， 有十本我的食谱，有十个粮食，刚才我的汤匙那个、粮食有十份，还有有三十份的我的围裙30份，三十件围裙，那么有海鲜酱料爆笑50份，好，这个礼品，好啊，就是里面有好多只里面有有几个产品在里面的。OK， 有粉丝问你，刚才你讲的生奶是不是淡奶的？淡奶淡不是淡奶啊，那淡奶来的。淡奶的啊，奶没有错啊，就是罐装啊。F&N。Leston 或者是那个康乃馨那种蛋奶，就是德西啊，从隔壁德西那种蛋奶。好。OK。最后呢是真的谢谢大家的点赞今天有没有5000？过5000掉下来了。刚刚好过了5000了，不错。这些5000都要照了。现在5000都要照了，以前那5000都不要看了，现在5000要照了，真的可怜哦。OK 来。最后是谢谢大家的点赞分享我们明天5:30准时见啊。准时见，拜。